好啦好啦，又在出事啊，搞事啦，怎么办啦？有没有人会搭啦？我会，好好好好，露营达人，好，是不会看 Google Map， 又刚差一点到台中后里，我要翻回一层，搭帐篷，你成功搭起来了，鞋子好大，鞋子前面好大。我们现在呢来到是绿野银仙，它是在那个苗栗的泰安乡。目前来呢，我们觉得环境很舒服。这个呢是 VIP 区，它的 VIP 区呢就是会有这个站板，然后呢前面的风景呢是最好的，超级好的这个风景。这一区呢就是景观区，那我们今天最后是选择住景观区，因为再是离小房间很近呢，离我们的厕所也很近。这算是小侄女频道呢真正第一次就是露营，就是所有的装备都要自己带来。现在这边是已经清空的状况，我们刚刚是每一台车后面都像这样这么满，然后每个人身上都还抱满着东西。绿野云仙它这边呢就是有提供两个冰箱，而且我刚来才知道原来他们是父子的露营区哎，所以其实还有另外一个，之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去看看。有些必需品真的没有买到呢也没关系，他这边都有提供，然后你就可以再购买，然后你看要赖配也可以，超方便的。再来呢，我们今天除了就是有两个营地之外呢，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有用一个小房间，如果你是首次想要露营但是你还不想要睡帐篷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像住这种房间。当它就是非常简单，会给你那个床垫，然后跟所有的插头、吹风机、电风扇。那这里面呢是没有冷气的，就是让你去吹大自然的风。所以看像我呢，我只要带一个睡袋，我就可以住在这边了。这边呢是他们的厕所区，很大哎，而且还有盆子。哦，整体上看起来是蛮干净的哦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就是所有的盥洗用品啊，包含毛巾，就是要自己带来的哦。再往下走呢，哦，这边就是我们的厕所区。厕所区的话呢，有蹲式的、坐式、男生、小朋友便斗。那你们有没有听到超大自然的声音？蝉很多。厕所区它没有弄木而已，它就是硬插的。硬插哦。不痛吧？珍妮姐，你会不会算是这团里面第二个最有经验度？没错，毕竟危险是什么？童军团。这个是谁的帐篷啊？范江的。一房一厅是不是？对，听说他是为了李木星喜欢奥豆卡而买了这个帐篷。啊，以后 Kobe 也可以睡你。哦，没有错。李木星什么时候要来？睡你的帐篷吗？睡。搞啦！这个黑色的，收好。好。哎，你学会了。经验值上升。凹豆给小贤为什么爱露营？没有，因为艾米特现在很喜欢露营。哇，他没有喜欢露营，他没有喜欢。好好好，可以。有吗？有吗？这样手打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不错哎，很好用是不是？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这个东西一定要分工，不能想说你自己穿漂亮就好了，东西要给我多带一点。有了，他启动骂一下，还要修，还要改，三点了，不要改了。主管在这里，我不好说话。等一下，错边了，怎么错边？这边是屁股，这边是头。转一面，对不对？对。加油！你介绍我的专属。珍妮姐，你有在露营吗？为什么你有这么厉害的东西？天哪，好巧。好开心啊！星星买那个是什么啦？始终找不到好的洞。这个他的感情要跌跌撞撞。哎，后面那位小姐是有任务的，有任务的。要试躺一下，看舒不舒服。请问你是什么组别啊？充气组。你刚刚远方看起来多像定格，你知道吗？是大家超忙啊，就你一个人蹲在那边不知道干嘛。这个帐篷组目前完成100%，100%，因为帐篷忘记带，因为那个我。所以搭不起来，只有一个。我们今天怎么了？我们今天只有一个帐篷，所以我们今天全部人都要睡一个帐篷。四海唯一家的巨蟹座，是不是很棒？单身。我以后就是直接带着帐篷。两只猫，请问你是什么组别？废料组。对啦。来，小心。这样嘞？可以。你是要这样子组？对啊，因为没有盖子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在干嘛？因为我们刚很多人没有吃饭，直接来。哎，我这样比较漂亮嘛？
有啊，请刚刚忘掉，刚有不要录音的感觉。对，请刚刚忘掉从头到尾那个头发。然后这边呢是蔬菜汤，露营嘛，就随时随地都有一锅热热的，你可以喝。没错，好来、哦，还有苍蝇头炒饭哦。阿黑师摆摊中，来来来，请排队。阿姨不够辣怎么办？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？小智女辣椒酱。小智女辣椒，我们这三天两夜只有这一份哈、哦。啊，资源有限呐、啊。加辣椒非常好吃，画龙点睛。请大家支持小，请大家支持小智女，好不好？小智女辣椒酱，露营必备，真的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一个瞬间直接晚上嘞，哇塞，很开心哎！我想问一下，请问这照片是什么意思？我刚来这种录影，不要以为黑黑的没办法拍照，我们还是可以完美的。他说他想看歌词。我很好听哎、欸！你看不要看歌词，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，看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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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啦？今夜就要把你释放。音乐需要关吗？中吧。失恋组，失恋组。没有你就是这样。笑，笑。有我们的阿奇师在，阿黑师就是这么的放心。Oh my god， 鸡胗跟猪五花有没有吃？有。嫩不嫩？嫩。早安。我自己的早餐，我是真的绝对可颂 number one， 不用讲了，大家买这个绝对好吃。四个男子帮昨天睡帐篷是有睡好的吗？轰轰轰轰轰！所以里面两个睡蛮好啊，外面就是比较容易被打扰。为什么一大早就有洗澡的问题？哇，讲你干嘛？因为我没有睡袋，所以我跟你父亲借了睡袋。然后他的睡袋实在是太厉害了。他出发前怎么跟你交代的？你会热死。我并不是什么被什么风风草草，然后那些小昆虫、大自然的生物吵醒，所以热醒的。啊，就都在深山了，还就是硬要喝手摇。谢谢想录影。这间超方便，因为就在我们山下而已。它有一个很特别的那个什么丝滑奶茶，蔬菜蛋饼，我之前拍过很多次。晚餐是把牛烤肉给煎一煎。那早餐嘛，要聊点不健康的。哇！太热了。半半一半，还是有些掉在外面。这个是卷起来后的样子。姐，我也是想问，洗个碗有必要这么好看吗？露营就是这样吼。对啊。一直吃一直睡。没错，露营就是耍废的人生。我们的露营区呢，只要走下来不到五分钟吧，就获得了一个秘境，这是星星茶的，他说是台版的京都岚山。欣姐，我们今天目标是走一小时。他生气了，他生气了，他生气了。可以啦，爬过司马库斯的女人呢。哥哥，走这个小 case 吧，完全不喘。你等下回去马上睡觉哈，就走。别喘。女王视角。八人出入有成功吗？不要比下面。走路成功。谁是卧底？服装基本上是以黑色为底，跟你一样吗？我是皮肤。三、二、一，也要去死啊！是卧底。Yeah!